是放在我家里的水，除了这一桶，还有别桶的水也被放浮水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之前水瓶指控爸爸孙鹏对他使用民俗疗法。孙佐日前在泰国私闯民宅，遭当地警方逮捕，好不容易返回台湾，但事情却越演越烈。我妈讲的话半真半假，但我齁永远只有真相，我就是事主。请问你要听事主的话，还是听事主妈妈的话？要晚间酸作开启直播，除了回应网友问题，更直言爸妈让他非常失望，与家人之间的矛盾似乎真的无解。大家也知道我没事啊，我原生家庭比较有问题一样。迪英宠儿子人尽皆知，当时孙安佐在泰国被关了两次，第一次迪英紧急汇款20000多块，第二次因为被警方送往急诊室，他更直接飞到泰国签了切结书，才终于见到宝贝儿子。如今回到台湾又上演家庭失和，孙安佐更是直接怒呛网友：有人对我不爽啊，来，每天早上8点维格中学排队见我，我看你们在我面前怎么说？这回又在泰国闹事惹出风波，孙安佐的争议事件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《新闻综合报道》。